Hello，各位观众，欢迎回到 WGL 的比赛现场。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败者组的冠军战，由 PVP Super Friends 对上 NUMB 的比赛。那先来看一下双方的选 ban 图，双方分别 ban 掉的是 Steps 以及 Wimberg 这两张地图。那第一站在 Cliff，第二场在 Mice，那第三站在 Insk，第四站则是在 Himmerstorf，第五站则在 Pokrovka。这个选 ban 图是不是跟上一次一模一样啊？基本上好像是一模一样。对啊，就是 ban 掉 Steps、Wimberg，然后 Cliff、Mice、Ansk，因为这三个我有特别去看，因为我那时候想说是不是按照那个字母的多寡顺序去做安排的。所以跟上一场比赛就是胜部冠军这边是选的是一模一样，不过大家不要误会啊，就不是大会这边指定的。对，这绝对不是字幕哥真女友或是什么的东西，绝对不是。那这就是真的是两边就是有志一同选的一模一样。对，ban 掉的都是 Steps 跟 Wimberg 这两张地图啊，因为相较于来我自己来选的话，我也应该也是 ban 这两张地图，因为 Steps 这张地图不是那么好去做布防跟进攻啊，阵线的拉扯是很吃指挥官的这个临场反应。那怎么样去做这个收缩，其实也不是那么好打，尤其是听你分析对上 PVP 说 Friends 的时候，PVP 这边是吃了大亏，所以也许是他们 ban 掉的。那这边来看一下，双方是在第一张地图是在 Cliff 这张地图来做出战。那对于 Wimbra 这支选手的话，其实在这个集火上面以及近战上面的一个能力，我觉得每个选手的这个操作都觉得是稍微有需要再多做一些练习的啦。不过，能够在这个六周的赛事里面能够打进到最后的黄金年赛事，然后对上 PVP Super Fans， 这一场我觉得是有机会能够获胜哦、喔。这边更正一下，这边是讲 Number 这一边 ，Number 这边。其实今天 Number 就算真的打出 PVP Super Fans 也不用太难过，因为毕竟你们是跟一支二连霸要挑战三连霸的队伍对决，你们在最后一轮才输掉。我觉得打到这样子，能够打到最后一轮对上 PVP Super Friend， 就算被洗脸我也甘愿了。对，不过至少这个 NUMB 这边以前 Avanga 怎么说也是澳洲冠军，他也是想要全力取胜。那这边其实在前一场比赛对上这个 Team Fantasy 的时候，其实 NUMB 表现得相当不错，他也没有做太多的造进，那他就是以打稳为主、那比较可惜的是最后一张地图是在 Ansk 是输掉了。对，我刚才稍微休息的时候中场看了一下 PVP Super Friends 的脸书粉丝团，他们表示他们要在最后一轮要全力击败 NUMB， 再度代表菲律宾为国争光。这算是不错的这种感觉，就是对，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一直想要让个台湾的战队能够有更多的战队出来打，因为毕竟由于闪电狼一支战队能够在这个白银级的赛事里面表现相当不错，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队伍能够出来在台湾这边，不管是有多一支队伍的机会也好，那应该是说有更多的台湾队伍，我们才能够比较成熟的去让各支队伍能够教学相长嘛。对，然后互相做练习跟学习。对，其实代表国家出去比赛的时候，那个感觉都不一样。像之前有国家杯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有打国家杯 ，JJ 老师也是有打国家杯，好像是跟我好像是我们唯一一次同队嘛。国家杯国家杯的赛事，对，就是新北战神边播比边播比赛，然后边打国家杯。那 WCG 的话，去年最后一届 WCG 的战车世界的台湾区选拔赛是我就是边控 OB， 然后边播比赛，然后再边当裁判这样子把它办起来。那一次是由一闪电狼代表带着台湾的国旗去，没有带着台湾国旗，因为在中国大陆上海打，带着奥运的会旗到了大陆这边，是代表台湾区这边做台湾区，不是台湾区，台湾区，台湾区我说的台湾区绝对不是统战那种台湾区 ，WCG 台湾区的资格，然后代表中华民国出去出战，这边要讲清楚一点。对，我们本台没有任何的政治立场。对，我说的台湾区 WCG 台湾区绝对不是那个，对对。那我们去那一次的比赛，我觉得有一场内容在。第一次后来听 AD 讲啊，我觉得在那一次的冲击应该对他也蛮大，他也希望说有更多的台湾队伍能够出来，能够做在这样的一个比赛里面多多的互相练习啊，对，彼此进步这样。对，当你的战袍上有国旗的时候，那感觉不一样。像国家杯那时候，好像选手都会拿到一件纪念战袍，左肩是有绣有我们的国旗的。其实穿上去那一瞬间，你就觉得说这件衣服有它的重量，因为它的肩膀上的国旗就是代表一切。对，不过在这样一个比赛里面，
我们有看到这一季也是有 ILMLB 打上来，那就是 PVP 在这个工会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队伍都在不断的在、努力要出头，不断的在这个电竞赛事里面是不断的练习啊进攻啊，然后打到最好的，这一季终于看到 ILMLB 是浮出台面。对，其实 PVP 还有他们的蛮多二军，像说什么 Missionary 啊。这些他们的二军真的很多，他们的练习强度就基本上你看红枫级赛是64队至128队里面可能会有4到5支的这个战队都是来自于 PVP 的。对，那双方选手都准备完毕，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场比赛 Cliff 双方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在这样最后的一个 BO5 的赛事里面取下三分来做晋级的就会是败部冠军代表的 Asia 跟着 Team Infinity 一起来去挑战来自于韩国的冠军战队哦，来打这个最后的这决赛。那决赛的话就是争取$60,000，对，亚太最强决定战。那现在就要来看一下双方的出生点位和车辆配置。出生在地图南面的红色队伍就是 PVP Super Friends， 使用的车辆是2台 T69，3台 E390，以及2台 T1。出生在地图北面的蓝色队伍则是 Numb， 使用的车辆是1台潘星，1台 T69，3台 E390，以及2台 T1。嗯，这边的一个阵容来说，就是差在1台潘星跟1台 T69，所以待会我觉得我如果是我要做猜测啦，待会一个背面应该是会走一个一波流，因为毕竟 T69 的这样一个瞬间火力输出会比潘星短时间上面来说会来的比较好一点。对，而且它的 low 弹时间又很短。那现在这一波、full base 是要去卡石头，会不会在这个 TKT 的 timing 点会被抓到？跟还 Joris 是直接绕进去。对，这波已经看到这边已经打不到，这边开火应该打不到，没有浪费任何一颗弹药在这个追击上面。对 ，Fabrice 是要赶快说一句才行，这要赶快用石头来做掩护，要不然再来就是送掉了。嗯，副贝斯这一边，哇，这边掩护上1390的还是一样 ，High Joris 上石头。对，现在 PVP 说 Friends 反而是进入一个防守阵势，把阵型给拉开来了。嗯，这边没有打一波我预期中的一波流哦。不过一些布防上面来说，几个窗口哦，几个这个俯仰角能够射击的地方，我们的 PVP 说 Friends 在南面这边也是展开了一个防守阵型。对，这边 Robin 跟 Batman 终于同场竞技了。那一个是开 T6， 就一个是开1390。哇 ，Batman 吃了两发，剩下658滴血，血量直接被收到大概一半左右。都是我说的、哦、在这个位置1390在这个爬山想要跟对方做一个开光，其实很多时候都被集火射击，因为你能够上去做探头的位置就那么一点，你只要一探头啊，对方就直接开炮，这样的一个 timing 点的一个掌握对于高端玩家来说其实是还蛮容易的。对，还蛮容易的。如果各位有注意官网有一个系列影片叫胜利方程式，是由二服的冠军队伍那个 Navi 的主力选手 Power Slide 来做对各张地图做讲解，他这集刚好做到 Cliff 就有讲过说，这个点上去是千万不能够贪，你一贪就会被打，那你被打就是只能要赶快下来，不要再去贪了。对，因为对方知道你会做这个开光，就像这样子，哦，这边 Horse 没有开到任何东西哦，我上去，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太贪了，吃了两发，瞬间被打到剩下591滴血，直接一半就送给对手。嗯，这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这个位置1390在第一波。必须去抢山，好，必须去抢山，因为第一波大家都还在做移动的时候，你可以在前期先做一波探查，哦，因为有些时候不见得对方是走一个比较正规的打法，但是在第二波的一个攻击上面来说，当你自己没有被开光的一个状态，就可以让一台潘星来到这个位置会来得比较好。但是那为什么是选择潘星？那这边Batman鬼鬼祟祟竟然哪尼上去了？对，Batman是吃了两发之后上山这边。这个位置其实来到这边是可以将对方给探查出来，但是Batman被亮了，哇，糟糕，这个很难跑掉，这很危险，这位置跑掉了、哦，还好Batman有第一时间退，如果没有第一时间退，Batman就是直接送在山上了。他等的有点久，其实可以做一波探查，将对方一个车辆都给开出来之后就可以了。对，那其实 Delta Four 这一台潘星的这个位置是可以对山上做射击哦，对灯塔做射击。等一下，Batman还想再出去，这个选择真的不是很聪明。现在359滴血，这时候保存最重要。这个 timing 点，那不要做一个进攻，其实是很有优势。哦，阿苏瓦特的 T1 车不知不觉中被抓掉了。这时候，Batman又要下去，但这个点又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在 Batman 赶快通过这个点 ，OK， 这点应该是进入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这时候 Numb 好像推进来了。嗯，那么这边还在做前期的换血，不过你发现 PVP 说 Friends 也知道这个道理哦，就是往后撤，那变成说 Host 反而变成血量剩下比 Batman 还少啦。
对，这个刚好九十第一天买便当，这边想要偷的话，其实打一波就直接从斜坡的右边直接一波就是要下去了。下一那么终于想清楚，一波下去了，现在要开始做集火。走这个位置比较好，但是前期的血量交换已经太少了。对 ，Ferbus 的血量在81滴血，只准备这边是将对方已经换掉一台 Little Mac 的一个潘 T 六九。Ferbus 第一发没打穿，那 Robin 应该可以收到 Ferbus 没有问题。第二发还是没有击穿。哇 ，Robin 还在做 low 弹，这边断了腿。但是 Mana Tank 已经收掉了 Batman， 应该没有问题。Little Mac 掉 ，Robin 也会被抓掉。这一波零换四，不零换三。这边是打的不是很好啊 ，Hydro Race 跟 Antares 还有机会将比赛给扳回来。对，现在这波 Antares 跟这边这个射击相当重要。这波打在地上没有做一个伤害。挖地瓜，现在有三台车 ，Mana Tank、Ferbus 跟 Horus 三台的车辆都是一发血量。这三台如果 Antares 能够完全收掉的话，这场比赛还有得一战。现在这场比赛还有没有得一战，就要看 Antares 跟 Hydro Race 的双打配合的表现了。嗯，这 IT。这阿贾克斯已经带头做一个射击哦，这边是扛了两发。Hydro Race 的血量掉很快，血量被交换。那 Full Base 也在一个另外一个射角做一个射击，这边一个侧面应该是会被遭受一个套击。对，哇，石头挡了两炮，相当重要。而且 Entire 收掉了 Furbex， 现在这场比赛还有转机。Entire 还有 Entire 冲了上去。阿贾克斯其实不是他第一个目标，他打他打的是 Joker。Joker 第一发没有命中，这边收掉之后还有机会，还有机会。阿贾克斯那边补上关键的一发，阿贾克斯还在做捞弹。阿贾克斯，恩泰尔补掉，恩泰尔为什么不打阿贾克斯？这边很可惜，这个近距离应该有机会将阿贾克斯给收走哦。对，他刚才瞄的目标应该是后面的 horse， 那很可惜的就是没有掌握好目标。那我们恭喜 Number 拿下第一场的比赛。哇，其实 Number 在这一次后面的残局处理哦，我觉得虽然说前期啊，这背面是有点扣太多血，但是后面这个 host 的一个1390的一个想要去摊，就是对方的这个阵型的调查，然后是已经吃了很多炮，这个血量上面来说反而是扳回来的。那终于 number 是想通了，就是要做一波流，不是做很多的这种零线上面的探查，反而会被对方哦利用一个有防止的掩体，造成很多的这种换血的动作。但是后面的一个进攻上面来说，我觉得在这个 timing 点 number 是有抓住了一个 Robin T69 已经打完四发这个 timing 点，那二十几秒钟的时间。Robin 最后在漏完弹之后也只能发出一发弹药，然后就一命呜呼了。对，其实刚才 Batman 一开始的血量真的掉太快，那他上去之后，他上去点之后就没有做到任何的支援，就被收掉，这点很可惜，因为你等于让了一台车。那你后面 Number 冲进来的时候，他们的集火目标做得很明确，而且伤害都分得很散。刚才 Ferbrex， 然后Horse， 还有另外一位选手应该是阿贾克斯，对阿贾克斯和 Mana Tank 的血量都是一到两发可以收掉，但是他们很聪明的互相去掩护对方，你帮我扛一炮，我帮你扛一炮，变成三个人的血，三四个人的血量都是到100以下，甚至没有多少，都是一发血量，但是没有一台死掉，只有 Ferbrex 的战损，这是可以接受的一个完全很漂亮，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最完美的情况，战损一台的战损换掉你三台满血的车辆，应该这么说，就是在一些我们在使用弹夹车身上哦，知道自己随时要被收掉的一个布防的一个相对阵型上面来说，我觉得在最后残局处理，虽然说已经快被收干净了，就是我们的 Number 这边有将这个最后残血的这个车辆全部阵型打开来，对，你会发现啊 ，Hydro Race 在后排被攻击，被偷了两炮，是来自于 Ferbus 底线 K 号底线的这 Ferbus 的远处射击哦。这样的一个攻击上面来说，一个残血的车辆来到什么样的位置？阿贾克斯是一个血量比较多哦，然后是一台潘星的一个机动性去带头两台的1390做一个射击。那最后所换得的是因为我们想要 TVP 想要将这个1390给赶快收掉，很急于想要把它赶快收掉的一个状况，让阿贾克斯活的时间是有点久。那你已经是血量来说是随时会被对方给收走的一个状况，应该就是将你一个炮弹打在最近的人、最有把握的人身上，而不是对方已经是一个残血跟你做躲迷藏的时候，躲猫猫的时候，你还是想要不断的去做追击哦。所以在这个一来一回这个时间上面，阿贾克斯的潘星又漏完弹的一个情况之下，1390就已经被送掉了。对，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比赛。
Hello，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 WGL 的比赛现场。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 PVP Super Friends 对上 NUMB 的第二场比赛，地图则是目前 NUMB 以1-0暂时领先。对 ，NUMB 在前一波的 Cliff 这边打的算是相当漂亮。我觉得 Batman 这几次的操作，我还是必须要讲的。白银级的赛事里面，我都觉得 Batman 的操作是有一点，也不算是被针对，但是自己是做了很多的一个失误上面的一个判断。然后这边在 Max 这边看一下 PVP Super Friends 从南面出发是不是能够打一个比较果决的一个战术哦？那在麦斯这张地图，很多时候是需要比较敢打哦。那在 Ansk 的话，在下一张地图 Ansk 是需要很多的阵型的调动。对，就来看一下这场比赛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好，待会就要进入这个麦斯转圈圈的过程。对，请各位准备好你们的呕吐袋，我们放在座位的前。我们放在座位的正前方。好了，这边是黄金级赛事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对，那先来介绍一下双方的出生点位。存在地图南面的红色队伍就是 PVP Super Friends， 选用的车辆是一台的50100，两台 T32， 两台1390以及两台的 T1。存在地图北面的蓝色队伍则是 NUMB， 选用的车辆是一台的 T32， 一台的潘星，三台1390以及两台的 T1。这边数量上面的优势是在北面的 NUMB 这一边，所以你就发现他没有抢三，北面这一边已经错失了第一个，看到了，但是没有 roll 好，但什么都不能做。现在 PVP Super Friends 应该是想要打后手的，从三下来做防守。目前来讲的话 ，PVP Super Friends 阵型中因为有两台的 T32， 在正面的僵持战中会稍微有利一点点。Entire 跟这个 SWAT 的这个对战经验算是相当不错。哇，这阿贾克斯一上来的潘星就吃了两炮。潘星来到这个位置已经退不掉，是比较辛苦一点。哇 ，Vindicare 又吃了两炮，今天的 T32 状况连连啊。这边再过三秒钟就有下一波的一个 low 弹时间，已经 low 完了。那阿贾克斯没有做太激进的一个行动，那 Vindicare 也是在一个瞬间吃了两炮。哇，在这两波的一个换血上面，对于坡度的一个掌握跟这个开炮的时机。这边 PVP Super Friends 在前期就换到一个不错的效果。对，这边 Little Mac 还藏在后面的，他的50100藏在后面，应该是等一下，如果 NUMB 想要做推进的话 ，Little Mac 就会出来。如果等一下是 PVP 想要做进攻，那 Aswat 跟 Entire 的两台 T32 顶到前方石头之后 ，Little Mac 就会出来进行掩护。这边的话 ，Little Mac 其实有做一个小动作，就是离这个坡度是稍微有一段距离，不让对方做50米的强制开光。这边 NUMB 的三台1390已经拉掉了，应该是两台拉掉了。阿贾克，应该是 Furbus 跟 Joke 两台的。Furbus 这边开出来了，Robin 开了一个 V 镜将对方给开出来。阿贾克斯应该就知道这边有什么东西，像阿贾克斯的血量现在934滴血，刚刚阿贾克斯这个位置其实不错的一个牵制位置，但是你必须要确保一件事情，就是你岛屿上面哦小岛上面有人。对，所以他这边是有 Joke 跟 Fabrics 两台 1390去做清查。这个意图应该已经没哇，这边 Indicator 又吃了一炮，他今天状况很差，我要再一炮就是针对他打就对了。哇，这个真的是完全被针对，打痛苦到生活无法自理，剩下582滴血，这一定要往后拉。基本上 NUMB 山上的主动权已经完全失去了。哇，这边要上山吗？这边阿贾克斯哇 ，Horse 直接被吉我带走。哇，这一边 Horse 还想要往前去做一个探查，但是 Fullbase 这种轻型战甲，哇，虽然说重坦没有这个血量上的优势，但是也不会是两台1390走前面、啊。对 ，Fullbase 怎么会这时候往前冲，直接被02带走？现在阿贾克斯跟 Vindicare 的血量都很糟糕，一个580。时间上的问题，我觉得 PVP Super Friends 在这一次反而是反过来了，在 Cliff 这边是 NUMB 的血量控制得很好，反而在这一张地图在 Max 这边 PVP Super Friends 你看它的血量，相当平均，很漂亮。那现在这边来讲的话 ，PVP Super Friends 掌握绝对优势，直接压下来。Vindicare 剩下104滴血，会直接带走104。其实不太需要很执着的去打 Vindicare 哦，反而是将这个 Joke 的1390给打走。Joke 可以先打掉是比较重要的哦。对，现在 Vindicare 随时会打，这边是真的有点太执着啦。SWAT 在这边被换掉 ，Joke 应该还有一发弹药。对 ，Joke 应该还有没弹了，没弹 了, 了。那现在后面 Little Mac 应该可以补掉 Joke 没有问题。现在 Joke 也掉下来，只剩下一台 T1 车在场上。对，他应该是挂机啊，挂在这边应该不会做任何事情了。对，那这场比赛应该就是 PVP Super Friends 拿下了，没有问题。这是一个一换五，不过其实在前面那一波，我觉得 Vindicare 已经往后撤的这么凶狠的一个情况之下，尤其是在火力上面输出又是1390比较高，所以
所以在那一波的一个转角攻击，应该是可以针对于 FUBASE 的1390做攻击就好，不需要太过执着的想要收头。对，我觉得刚刚他们好像是完全抓着 VindyQ 打，稍微执着了一点，可能选手也没有想太多，他就直接开狙击镜，就是要就是一直打收掉第一个探运点看到的那一个血量比较少的那一个。对，可能没有注意到。那这边不过这边还好啦，就是在血量跟火力上面来说，都是 PP 说分子在这边的决策是比较好的。对，那么这边是需要检讨的是，为什么需要两台1390去前一波攻击？对，其实这个位置是蛮奇怪的，没有意义啊。刚刚真没有意义，那我们恭喜 PVP Super Friends 那完成站点漂亮的扳平比数，双方现在是1-1的平手。占领完之后，我大概数了一下，大概是需要5秒钟的时间，那个才会切掉。但是 capture 出来之后，就会是判定这个胜利的部分。所以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面，的确那一场是稍微差了差不多1秒钟的时间。嗯哼，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5秒判定的原则。那这边我们还是要恭喜 PVP Super Friends 扳平比数。其实刚刚我会觉得 Number 这一波进攻问题很严重。对，其实，在前一波的换血 Vindicare 的，可能他的一个经验上面绝对没有像Aswater 跟 Entire 的这两台 T32 的表现来的那么稳定哦。因为其实，在那个坡度上面来说，要不管是击中对方车身，或者是两台比较有经验的 T32 是必须要互相去做削头皮。那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在小组搭配上面，你可以看到 PVP Super Friends 在这一场比赛就有做出来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因为他打的是比较简单的，对方也是在他的想要预设的范围里面，所以打的是我觉得都是很标准的一种打法。但是实际上你去开两台 T32 在那个坡度想要跟对方做一波的这种交换，其实大家可以试试看，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在时间点上的掌握，还有跟队友之间的沟通，什么时候要打左边那一台，什么时候要打右边那一台，那什么时候要往前，什么要往后，你会发现Aswater跟Entire根本是黏在一起，做的事情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当对方跟你做一波的交换的时候，他打你一发，虽然说Vindicare 跟后面的这一台潘星是在两个不同的视角是有一定的牵制能力，但是当对方你两台车辆要对上一台车去做换血的时候，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在 PVP Super Friends 这一边。对，其实 Aswater 跟 Entire 出去的时候，他们对付 Vindicare 的时候是两台车是一起前进，互相掩护。Entire 只要往前的时候，就是 Aswater 会留下来停住，预瞄好 Vindicare 会出来的点。那如果今天是 Aswater 要往前，那就是 换成Entire 去做瞄准。这就是我们常常讲两个小组的搭配掩护。所以 Vindicare 一上来的时候，他就会被其中一个掩护的车辆打。那被打之后呢？你一定会想要往前换掉，对不对？这时候在开过火，对方交换的时候，另外一台的这个 PVP 的队友就会往前打了。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在一些小细节上面的操作，你会发现 Vindicare 在前一场比赛我就讲过啊 ，Vindicare 的一个状况可能不是那么好。他又在前面做一个抗线，不是一台 T1 车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他已经打到一个已经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对，那他们后面其实 Number 也慌了，那慌掉的一个情况就是将两台1390往前送。对，其实这个很不应该，我们会觉得这一波进攻比较没有那么的必要。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比赛。
Hello，各位观众，欢迎回到 WGL 的比赛现场。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 PVP Super Friends 对上 NUMB 的第三场比赛，地图则是 INSK。目前双方是1-1的平手。对，今天已经打到我们今天的黄金级赛事的最后一场了。那这边是双方1-1平手。那其实不管是对于选手来说啦，因为这今天打的就是四支队伍，那必须要不断的在打这个 BO5， 然后接受不一样队伍的挑战。其实对于每个选手跟这个指挥官来说，应该也是相当疲惫的。对，其实不指挥官的这种疲惫心情可以理解，因为这种至少每队已经打了5-6场以上，这种心理上还有体力上的消耗，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对，尤其是我觉得 Vindicare 现在压力一定很大。现在 Vindicare 应该是各种觉得、怎么会这样？今天怎么都打都打不到，他现在应该已经在踹主机了啊。对，应该这边应该是。就是如果真的是打的状况不是很好，也有可能他的一个车辆上面来说也没有那么多选择哦，就需要 T32 的时候才会是找 Vindicare。那这边的话，可能是双方的这种阵型上面都需要多做一些改变哦。那 ANSK 这张地图是在刚刚赛前讲是需要很多的阵型拉扯，来看一下Number 有没有机会在这一边 ，Number 有没有在机会在这一边挑战 PVP Superfriend 的一个灵活调度？那先来介绍一下双方的出生点位以及配置。出生在地图南面的蓝色队伍就是 Number， 使用的车辆是3台的50100，2台 IS3 以及2台的 T1。出生在地图北面的红色队伍则是 PVP Superfriend， 使用的车辆是一模一样。阵型上面来说，感觉起来。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是，这一次窗口是有2台的重坦哦，2台重坦是没有开到Prince 的这一台 T1 车。我刚刚已经在第一个 timing 点已经走过来。那 NUMB 这边，哇，跟上一场比赛一样，全部缩在家里面吗？对，这个已经上次已经 King Visions 已经告诉过你，你这样是压缩自己的视野，是没有好下场。但他们还很坚持这么做，我有点不能理解。嗯，Prince这边走到这个位置，哎，这边已经调动了，不然在这个窗口这边应该是会直接将对方开出来。那 PVP Superfriends 这一次感觉起来要走一个一二号月台的一波流，对，也有可能是让 Robin 跟 Anato 2台的 IS3 往前顶。不过这边还是来看一下，因为之前看到比较多的一个赛事上面来说 ，PVP Superfriends 对于铁轨这边的一个算是调度上面的掌握算是相当不错。这边走的是二号线的3台重坦吗？然后配上一台的 T1 车，有一点类似 Team Infinity 在之前的比赛里面从南面攻上来的一个战术哦。对，这个是很标准的一个战术。2台 PVP Superfriends 其实也很擅长哦，就是复制对方别人的一个打法，然后用在自己身上。这边。出去做探查的 Prince 这个时间点算是相当的不错，在这边已经将对方给开出来了，3台的车辆都开出来，这边 T1 车被压缩进来之后，这边是从哪边打过来，有一点不解，应该是 Ferbex 在底线做了攻击。那现在的话，其实我会觉得 PVP Superfriends 就跟洛克人一样，打倒一个对手就会变更强。哇，这完全就是 Team Efficiency 的做法，对，推着 Hydrox 的尸体前还没有死，推着 Hydrox 前进，那 Robin。这样子的话，他的车身的弱点完全被藏住，只露出一个炮塔，这招有够猥亵。对，这边其实之前在担任这台 T1 车都是空明师哦，他还死顶着 Hydrox 不放，他在这个 Hydrox 应该讲说你有必要卖掉我吗？那现在 Anato 跟、经过这一边的这个射角，将对方给开出来，没有做一个停留。但是第二台进来的Robin 就必须要小心哦。这边阵型摆开来的其实是 PVP Superfriends 有一个主动权，在这边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在 B5 这个位置，哇，这边直接碰到，直接被带走，哇，这一边是穿过车厢将他给带走啊，这个没有掌握好距离，现在直接少打一台车是。我这边50100决定进来收嘛，但是其实这样一个效果并不是来得特别好，因为 Anatank 有很多的一个角度能够就可血量剩下235滴血，岌岌可危，随时会被一发带走。Robin 再来一发就可以。带走 Joke， 在这边 Joke 带走之后，阿贾克斯的血量也是一个残血，这边是一个二换二的一个情形，但是阿贾克斯的一个血量已经没了。Robin 在这个前线也是打得相当不错，在这个位置利用车厢的距离可以打这边抽了一炮，367滴血是一个低伤。对，这一波交换下来讲话 ，PVP 说 Friends 占有血量上优势，加 Horse 开始要往，只能被迫往前走。这还蛮淡的，是我们 Entire 直接往前做一个途径，这边能够将这边 Horse 是直接一轮弹药就带走了。第一发有中，没有问题。第二发有没有？这边是确定往这个方向走吗？第三发还是有，那第四发就可以收掉 Horse， 没有问题，完全没有地方逃了。Horse 这边要进行进攻的是。
Militech 是一台IS3，所以他没有办法在这个瞬间是将对方击毙，然后他 Robin 这边要跟上去，这一边是阿贾克斯没有击穿 Robin，那这发就问题了。现在 Robin 哦，不过没关系，这边有数量上的优势，所以 Swatter 现在正在进行 low 弹哦。对，现在是一个三打二的局面。Swatter 应该已经差不多 low 完了。Swatter 一定是有弹，他现在应该是要出去。Robin 直接冲出来，他知道阿贾克斯也不会在转角等他，直接冲出去。哇，这边是一个躲猫猫。Maya Tank 想要躲过去，不过 Hydroress 刚好在 low 弹。如果 Hydroress不是，不好意思，是 Entire 刚好在 low 弹。如果 Entire 有弹的话 ，Maya Tank 已经来了，直接开始做站点，也不需要执着站点，因为其实对手我、这边是不理他，要抓掉阿贾克斯，你给我抓绕圈圈，我就不理你哦。Robin 直接一发带走阿贾克斯，拉走 Maya Tank。哇，两台501100打一台的 IS3，应该是跑不掉，相当简单的、对，这263D 血再一发就可以了。在这边已经来不及了、直接投入对方的怀抱。这边取得第二点的是我们 PVP Super Friends 表现相当优异。对，我要恭喜 PVP Super Friends 目前、拿下第三场比赛，以2-1赛末点在手。对，下一张地图的话，就是在对上 Team Infinity 这边打得没有那么好的 Himmel Stove 这一边，希望这一次的 Batman 是可以打一个比较简单，甚至像 Team Infinity 那样子直接打一个一波流跟你做一个交换，其实我觉得是蛮有机会能够将对方直接逼出来做一个正面交战，也不要有太多的一个战略上面的一个猜测，因为对方在之前在 Team Infinity 在对上 PVP Super Friends 的时候，就是猜测到就是让猜测到 Batman 会猜自己做一个防守的一个阵型的一个调度，所以做了一波流。那这样在一个最后一个败部决赛的一个部分，这场比赛谁赢就能够谁代表的跟着 Team Infinity 一起去这个最后的总决赛，挑战更高的奖金。因为目前来说，如果这场比赛赢的人是可以挑战冠军赛的$60,000，那如果是输的，就是1500。1500的美金，那如果你赢了就是8500，至少拿到8500，所以这样的一个数量上面来说是差了7000块美金，7000块台币可能还好，对，7000块美金，对，7000块美金就21万，對對對，真的很多。对于整个对于一个职业电竞的战队来说，20万的奖金其实我觉得就还算不错。对，这是很高的职业电竞选手，讲现实一点就是为了奖金而战，那你这20万输一场可能就20万，相信没有人想输。那回到刚刚比赛的话，我会觉得 Numb 的阵型实在是需要一定要改善，因为已经 Team Infinity 已经告诉你一件事，你全部压在基地里是没有好处的。Number 的这一种打法，或者是对于 ANSC 的地图的这个战术的理解，其实是有一点差的、但是，我比较讲一点，就是 ANSC 这张地图从 Open Season 一直到经过了 Tank Asia 的 Season 1 Season 2，一直到 WGL Epic Asia 的这个 Season， 然后还有世界大赛，每一次的赛事。基本上都会有都有用 ANSC 这张地图，而且在所有的国际赛事其他伺服器的比赛里面也有 ANSC 这张地图，所以你必须，其实你如果要先练之前在黄金级应该是礼拜二还是礼拜四的比赛、我们就讲过嘛，如果是新的战队想要来挑战电竞赛事的话，你可以先练的车辆就是501100跟 IS3， 那这两台车辆练起来之后，你就可以打很多的这个城镇战地图，就是 Himmel Stove、 Ruinberg 跟 ANSC 这三张地图，都是目前如果伺服器里面会以及各级赛事啊都会使用的这三张地图，所以以泛用性来讲，或者是我们在想要准备比赛，开始成为就是加入这个电竞赛事的话，其实做的第一步，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先可以练这两台车，然后再去对城镇战多做一些跑图跟熟悉。对，其实这样比赛的话，我会觉得就是说他们那么对这张 INSC 这张地图理解是有一个很严重问题。南面如果要防守的话，我们会说要拉到旁边一点点的那个建筑物，然后让后面的501100做支援射击，这样子你才有一个阵型上展开，才有一个掩护。那这边好像是两边不休息，要直接进第四场比赛的 Himmel Stove， 两边今天是想赶下班吗？应该是双方都已经选择配车差不多，因为 ANSC 跟 Himmel Stove 的一个选择配车应该不需要多做思考了。对，基本上就是两台 IS3 配上三台501100，跟上一场一样。基本上依照现在画面上面看起来也是这样子那待会怎么样，其实车辆很好练啊，就知道它练很好练，但是你要能够熟悉501100的一个俯仰角，501100的这个穿身跟 IS3 怎么样去打它会比较好做击穿那这样的一个细节，我们都常讲说魔鬼藏在细节里。前一场比赛 Team Infinity 对上PVP Super Friends 能够到达回来，就是细节上面做得太相当的优异啊。对，
那现在就来看一下第四场比赛 Hammerstorf， 那两边队长应该是交车单手只打了四个字 SAME， Sam， 跟之前一样一模一样。不过就是在 Hammerstorf 这一边将要有可能将会在 Hammerstorf 这张地图直接决定胜负。那先来介绍一下双方的出生点位。存在地图北面的蓝色队伍就是 PVP Super Friends， 使用的车辆还是三台的50100，两台 IS3 以及两台 T1。存在地图南面的红色队伍则是 Numb， 使用的车辆是一模一样。那这个你看这个阵型上面，北面已经做了阵型上面的调整哦，他将所有的部队是集结在同一个位置。那他想要打的一个方式，如果 Entire 来到这个车站后面，其他车辆没有过来的话，基本上就会是哦，然后 IS3 已经塞到 A5 这个位置，就是 Navi 在世界大赛打出来的一个西北角的防守阵型。对，这个阵型如果要破的话呢 ，Number 需要做的是三号线以及一号线同时两面夹击，把对方逼出原来的防守位置，同时要拼的是集火速度，你要在短短的30秒以内，要至少要收掉两台车，才不会成为对方反打的一个机会。嗯，这样的一个防守阵型上面，50100的一个掌握算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这边 Anton 跟对方遥遥相望。对，这边这个位置其实 Number 也是打了一个比较防守，但他必须要注意到一点哦，在这一场 Hammerstorf 如果是扳平的话，哦，没有在时间到点之前没有将对方给击毁所有的车辆，那这一次代表 HR 伺服器出去打的就是 PVP Super Friends 跟 Team Efficiency 两支队伍。那目前来讲的话呢？Number 打的是一个蛮老套的战术，就是一台 T1 带着50100上山做一波清查，确定安全之后50100再下山，再来寻求第二波突破机会。那现在 Vindicare 跟另外一台 T1 车已经大概已经到这 G3 跟城堡墙脚下了。其实 G3 这一台的这个 T1 车我不是那么建议摆，因为其实在比较 old school 的打法，我们都会摆一台 T1 车在这个位置，但是你会发现当23号线你要防的就是23号线，那二三号线进来之后，这台T1车是第一个瞬间就被抓掉。那被抓掉之后呢，你反而是二三号线就没有任何的一个视野。所以大部分的战队在打过上一季之后，在这个位置的T1车已经很少摆了，更不用说也不太会去摆一台 IS3， 因为摆一台 IS3 对方的窗口是会看得到你，那你的这个射角跟掩体上面绝对没有对方有一个窗口再来这么优势。对，那二三号线推进来的时候，你一台 IS3 掉了，那可不得了。对，其实这个位置的话，我们会说在现在比较流行的打法是二三号线，这一波是稍微拉进来一点点做防守，一台 T1 车可能是在 J1K1 那边的底线会比较好一点点，那边是有一个小小的树丛。对，这边的小树丛是还可以让你有一个调度的空间，还能够回到自己队友之间可以 cover 到的距离哦。那这边后是来到城堡这边看，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哦，然后进城堡喝下午茶，也发现这边的副本是没开的。对，这副本没有开，进不了足球场，没办法成为昨天绝杀伊朗的 Messi。对，其实我觉得在看那场比赛哦，我其实还蛮有感触的哦。感触的就是，比赛时间我们这边是十分钟，足球比赛是九十分钟，那九十分钟还有一些伤停时间，他在伤停时间打进。对，其实我讲的东西是，对于比赛的专注度是必须要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对，其实、哦、在这样 Vindicare 这边是将 Bayman 给开出来，对，他把 Bayman 逼了回去。那 Bayman 也不理他，因为他怕会有任何人把他抓掉，因为在第一个时间点能够做一些反应是很重要，因为通常一台 T1 车在山上很少啦，很少会有一台 T1 车在那边就是狐假虎威的感觉。对，他后面没有带人，带这个八阶车辆。那北面在这一个第二个防守点是将对方给侦察出来，因为在这个位置，如果你要下山哦去打，如果他待会可以跑到 A6 这个位置，你想要去打 A6 的 T1 车的话，是会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因为 A5 的这一个窗口是可以直接看到大概 A7 A8。A7 左右的位置。那 G3 在 T1 车刚刚它出血幅度其实不是很足够，那这边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如果你要放在 G3 这个位置的话，你要确保是你的炮塔要超过那个图修，这是视野检定机制的一个运用方法。你出去之后不要贪，马上要缩回来，因为你灯炮有第六感要有三秒的延迟时间，你瞬间缩回来，对方在窗口上其实是很难击中的。对，所以要你一定要出去才把它看到，如果你只撸出那么一点点的角度是看不到任何东西。对，驾驶 T1 这一边Cisco 讲的是 T1 车的这个炮塔的这个判定，四档塔的一个判定是比较靠中间的，
哦，车辆比较靠中间的位置，而不是你只有撸出去一点点，你感觉起来你会被打到，但是你的视野判定机制并没有，那条线并没有出去哦，所以你的炮塔是必须要完全露出土丘，对，这边在你至少超过一半的位置。G3 的 T1 开出 Entire， 那现在应该阿贾克斯来到前线这个位置，其实不是那么恰当，因为对方如果是一台110或 IS3 的话，你会被打到。对这个炮塔，你对方的这个炮塔是有避弹能力，但你的炮塔被打穿之后，很有可能你的弹药架还会坏啊。对，而且炮塔还会坏掉，那到时候就麻烦大了。这边决定要做一个主动攻击，在4:40做一个部队调防，算是 make sense 的、哦。不过从八号线打进去，我觉得这边如果八号线打进去没有拿下 D5 这一个点，要拿下 D5 这个点其实是很困难的。对，因为这样一个防守阵型是。最喜欢你从八号线进来，这个阵基本上西北角这防守阵型就专门克制从八号线进攻的这套战术。这套战术如果从八号线进去，就是正中 PVP Super Friends。他直接从八号线进去，也没有任何人左转到这个主球场哦。哇，这个就是Queens来到这个位置，发现没有人，这一定有什么问题，一定有问题。那现在果然是终于左转了。不过 Queens 来到这个点是相当不错，因为至少他知道他要想要把第一号线给拿下来 ，Delta 线拿下来的话是必须要守住这个隘口的。那这边 ，Fabrex， 哇，那么这一边选择再从这一个角度进去，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是由 PVP Super Friends 拿下来了。这个角度真是太好守了，完全就是给 PVP Super Friends 当做射击练习而已。现在 Fabrex 还想要卖侧巡，这边先做一波探查，你看到对方是在这个。你就算看到了卖侧巡卖到了，但是对方一定是在这个窗口里面等你过来。对，而且 Fabrex 的侧巡还没有出去，没办法让对方故意亮给对方亮。这边应该是亮到了。对，那北面也直接来到 D5 的这个位置，把五号线也控制住，虽然就被打掉了，也知道对方的意图了。而且他是换掉阿贾克斯这台。这边我们常常在讲说，这样一个比赛里面，北面通常会先去送掉，然后再专心来在做这个。这个探查跟这个指挥的部分，对对对，其实这边就是必须要控制住第一号线啊、哦。这边是 Anderton， 对 Anderton， 因为阿贾克斯还在这边，不过他弹药时间剩下2:50哦。对，这一波是差不多要进攻了，这波再不进攻就是会和局。那这时候如果真的要打的话，你一定要想办法从第一号线突入进去，逼对方出来交战才行。但是从第一号线突入进去转三号线之后，这一波交战。还是很有可能被 PVP 时间已经太晚了，两台 T1 车还在后面晃啊晃的。其实待会要进行一波进攻，要给对方压力的，绝对是两台 T1 车，而不会是像 Prince 这样子在这边来来回回、啊、你想要骗什么东西？其实我有点不太理解。对，这一波交战，时间1秒的过去，2:25。对，这波交战基本上 number 打不进去，而且进去了又如何？还是会被收掉。那这时候剩下2:15，还在断你履带。对，这时候。Number 只能做一件事情，就算明明知道前山中有虎，还是要往山中行，一定要往前推一波，拼个机会。有拼有机会，你没拼就是和局了，什么都没有。60,000元的美金奖金就是直接飞掉。那这时候 Joke 中了一马，当然这个决定很糟糕，他是弹夹车50-100，这没有装甲的东西。应该还是会等两台 IS3 进去之后 ，Joke 是在第一个时间点想要弯进去，千万不要在这边停，对，弯进去右边，弯进去才行，要马上弯进去。哇，他停下，他没有弯，哇，糟糕啊 ！Joke 这被遭受集火啊 ，Swat 是打后面的50-100啊。这个 Little Mac 可以收掉 Joke 应该没有问题。应该 Joke 只剩下一发弹药，应该可以做 reload 的时间需要50几秒，你。旅斗完之后就剩下30秒的时间了。对，现在这边来讲 ，Fabrex 跟 Mila Tank 进行战争，但没有意义。在这个位置是很好做射击的。哇，这样 Entire 也进来，想要做一波集火，将对方给带走，但是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已经先跟对方做了一个一换一，还没有一换一，这边还有一个零换二，那边是一换节奏，倒下，但是还可以接受。第三台车倒下，这应该是、啊。哦，这一边血量上面的交换，现在剩下2-2的一个情形，双方都是 IS3， 但是血量上面的 Fullbacks 只剩下一点点。Fullbacks 哇，这边是直接做一个探头，将 Fullbacks 带走。那 Mile Tank， 他必须要买两个 Tank 了。对 ，Mile Tank 只剩下1090滴的血量，才745滴。哇，这边是没有办法能够将任何一台车辆给带走，他就算把 Robin 带走。Anderton 这个小细节算是很聪明，他用车身去掩护，打在 Anderton 身上 ，Robin 直接一发应该就把他给带走了。现在只剩下 Vindicare 一台 T1 车在场上，那在这场比赛应该是没有平局。应该是 T1 车完成站点吗？
哎，这边发生了什么事？哦，这边替换车被撞毁吗？对，那这边的话，我没有看到胜利表对，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画面，这边应该是。哦，这边应该是 MOD 有，应该替换车是跟着一起进去啊，因为替换车一起进去，在这个混战当中应该已经死掉，应该是MOD 这一边没有显示一台替换车已经击毁了啊。对，因为我们看到 MOD 上面是 T1 车还在的，但是然后后台跟我们讲说是已经被击毁对，因为在这个上面画面上面来说，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了。对，就算是替换车没有被击毁，在这个最后面是平手的状况，也是还 PV 是输了赢分啊？是赢啊。对啊，这点就可能是应该是 MOD 显示错误，所以这边跟各位观众们抱歉一下。对，因为已经将对一台 IS3 打掉之后，时间就整个游戏就判定做胜利，那应该是那台替换车就是因为没有看到任何的暂停对，条。应该是，对，应该是刚刚后台讲的一样，就对，是 MOD 没有显示出来，那台 T1 车其实已经在混战中被撞掉了。对，因为其实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基地附近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车辆，那在对方这一边只剩下30几秒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可以看到最后面的这一波两台 IS3 的交战，你也有看到 Anderton 对于自己 Robin 的 IS3 的一个相对位置也是相当就是。做的细节还是有做到最后一秒钟啊，也没有想说自己是满血，然后就不管 Robin 让他跟这个残血的 IS3 做对射。对，其实这就是选手纪律性，因为你不知道 RNG 会做什么事，搞不好那一发下去，弹药架爆了，整个对，战局又逆转了。对，所以在这个就是刚好就是符合到我们前面在讲，就是昨天阿根廷比赛就是对。专注力。以及这个纪律性是做到最后一分一秒，那 PVP Superfans 也是很成功的在这一场比赛拿下了3比1的一个状况，是晋级到我们败部冠军哦。对。那最后会代表我们亚洲伺服器去跟韩国这边的冠军进入这个最后决赛，争夺这个除了冠军的这个积分，以及这个最重要的就是6万元的这个美对，金。180万台币。对，在这样一个。今天的总共5场赛事里面，PVP Superfans 就参与了3场。对。然后这样一个比赛里面，我觉得对于选手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哦。那也还不错，在这2场的比赛对上 OneBlood 跟 NUMB 这2支新进来的队伍，都有打出他的一个王者风范来。他的一个表现对上 Team Infinity，其实在后面2场比赛是稍微有一点想太多，对。哦，也没有打得比较知道自己的状况。那在 Himmelsdorf 这张地图也是稍微改正了一下，没有把。这个阵型做太多的拉扯，也怕对方也有看前面那场比赛，知道他会做这样一个阵型布置。如果在这个中央公园做一波流进攻的话，很有可能因为一个扫打短期的一个扫打多，就让这个比赛给失去了。那在这一次的一个调整之后呢，PVP Superfriends 在 Himmelsdorf 这边是稳当的拿下了比赛胜利。对，其实 PVP Superfriends 在最后关头还是有顶住压力，不过我觉得 Number 也不用觉得太难过，因为 Number 真的是他们是第一次打进总决赛，那就已经杀到跟最后一轮跟 PVP Superfriends。才落败，那我觉得对，这对我来讲，他们是其实是大有可为的。对，其实他们而且他的一个奖金也是有1500美金，对，1500，一千五美金大概有4万多，对，4、5万块的奖金呢、啊。对，我是觉得说，Number 其实就跟那个伊朗跟阿根廷踢一样，你们是踢到最后一分钟才分出胜负，我觉得就不用太难过。那 Number 这边很可惜的，只能屈居我们本季的对，第第三三名。名。那还是要恭喜。King Efficiency 跟 PVP Superfriend 这2支队伍将会在7月的时候携手晋级，跟韩国区的队伍争夺亚太区最强的称号。那我们本期的转播就到这里结束。那我们7月的时候一样会为各位带来我们 WGL 亚太区最后的决赛，由 King Efficiency 还有 PVP Superfriends 迎战韩国区冠军的比赛。到时候也请各位敬请各位准时锁定以及期待这场比赛了。我是今天的主播 Cisco，我今天赛评 JJ。那我们下一次战车世界的赛事再见了，大家拜拜。拜拜。